他说去年十二月要出啊。真的？对啊。不好看，但是他的那个对战很屌，好说说。那他的那个课程，这是谁的？谁？韩笑。他自己跟人玉。好，我们大概都有预习过这个六之一、六之二、六之三节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问题是，这个大陆教育说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他怎么证明的？他怎么证明说这个学说是对的？我们怎么证明大陆教育说是对的？因为他这边跟这边有一样的声音，然后这边的地形比较吻合。什么呢？吻合？地形比较吻合。OK， 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？生物。生物之外呢？山脉。啊，城。山脉。山脉，好，山脉，山脉也很接近了。山脉里面的这个地质纹理啊，很类似哈。那这部分是，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证明上看出来。那这是早期啊，早上郑宇提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，帮郑宇加一点，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点说美了。点说美了，谁的点说美了？好，一百几点？三点三十点啊。不是蛮有一个那个。啊。你是不是加错？我在这里。我在这里。不是啊。有一个等，靠在我上面。然后那个。在那个下面教室。啊？拿去下面教室？教室不是因为有那冲水，然后为了让你们干脆就把那个地方弄好。啊，那好。OK OK， 好。早上这里问了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很多问题啊。早上这里说。我不在。那这个两个学说，大陆漂移说跟原来不是大陆漂移说的说法，两个学说既然在当时是这个所谓的彼此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而且大陆学说，大陆漂移说是新的，它不太容易被接受。那这样这样吵来吵去，没有没完没了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不要吵。不要吵。谁叫谁不要吵？谁叫谁不要吵？两边都安静就好了。两边都安静就好，那到底是要听谁的？到底要听谁的？找证据啊。找证据哈，其实让科学家做的反正没。我不相信你的，我就找证据去反驳你。我也不相信你的，我就找另外别的证据去反驳你，就彼此来反驳来反驳去，反驳来反驳去。那总是要找个能够说服大家的。所以说，像科学很简单，证据会说话。好，科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就是证据会说话。你要找到适当的证据。好，在当时我们的科技不发达，所以你能找到证据就是很辛苦，就是不要去看化石，去找化石，相近的化石，去找岩石，岩石的沉积，岩石的状况。是不是一样的？啊，这是你能找到的东西。然后怎么可以帮忙？慢慢的科学在发达之后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新的方法证明？威胁。威胁人家。用什么方法？拿到威胁，拿到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用什么方法？你们是现代人啊，拜托你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证明这两个说法。做电影。做电影。为什么叫威胁论？你们是现代人啊，想想看有什么现代好的方法可以证明这学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拿显微镜。显微镜怎么样 ？Google。我放在我一百个，大家都相信。就大家迷惑一下，然后这边要让他支持我多少，就是跟他吃个饭，然后我就叫我不需要去车后站，就白些钱。现在最搞笑时间的，大家拼命搞笑，看谁搞笑，搞得最好笑就谁就赢了。我们是现代科技嘛，现代科技你有办法新的证明嘛，新的证据。什么？红外线怎么样？然后你就在那个这一方，跟那个红外线，然后
到很长很长红外线，好像你过去你可能走不到那样。然后就这样到对面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就变长。啊，你知道其实录音会有断。啊，说就是其实简单讲，定为什么要那么强，强到手机会断掉？啊，不然就找不到对面。应该是不需要了，应该是不需要。现在其实简单来讲，我们都有能力哦，去证明你的地址是不是有在移动。就像我们现在，目前推测啊，这个月亮绕地球，大概每年会远离地球大概三公分。对。那你想，哇，三公分的怎么测量出来？地球到月球这么远，啊，几千万公里的距离，就你可以测出。每年多三公分，怎么办到的？所以其实它已经移动了大概几公分。从开始测嘛，从以前开始嘛，从以前说，有时候看到月亮会比较大，因为它距离比较近。真的有差了一点点啊。可是以前比较近，为什么还会被甩出去？它慢慢就是在，它就是。那这里是应该越甩越多啊。什么越甩越多？因为越离越远，它被甩开的力量越大。对吧？不行，应该说它受的引力越小。对，受的引力越小。所以越小，所以它，可是它越远，它需要更多能量才能够越远、啊、就像你拿一个石头，你把这石头拿开，你必须给它能量的、啊。可是月亮在甩开的时候，有谁给它能量吗？关系。它是有关系的，它并没有多的能量。对，那这样不合理，它会越来越。所以应该简单的讲，比如说，就今年跟明年是差三公分，那隔十年之后可能，那一年会差四公分，差五公分，越甩越远。可是我反倒认为说应该是越甩越近，就可能今年是差三公分，隔了十年之后可能只差2.5公分，再隔十年之后只差2.3公分，就越来越近。我认为，因为它能量越来越少，它没办法往外，它被地球吸引的。我认为是这样。OK， 但是这边就是两个学说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证明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数据，我没办法告诉你是谁是对谁错。啊，就是假设我没办法去 NASA 找到，就是说，哎，地球每年偏离一。月亮离远离地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，还是越来越近？好，这么有找到这个证据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证明啊。好，那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说，我们可以测量。对。好，我们休息三分钟。耶。睡觉。什么？早上。